商務營運總經理蕭世和先生以及一眾管理層的董事局成員一起來到台上進行這個切蛋糕儀式，有請咁多位。掌聲歡迎咁多位董事局的成員一起來到台上。好，我們有請咁多位，謝謝。好了，我們不如一起數三聲了，好不好？好，好，完美大家嘅，萬千星輝何台慶，亦都如本結束啦！我哋今晚亦都要多謝黃龍燈會計師事務所為我哋核對今晚所有嘅賽果嘅。係，再一次多謝賽果獎嘅莊生同埋嘅葉柏嘅，多謝。我哋大家一齊繼續努力，為我哋香港演藝界咧創造無限可能。TVB， 我哋邁向55周年，攜手創。